要收我们要卖的食品嘛，那所以前一天的傍晚他们就要，他说龙鸡啊让它消肿，就是消肚子。那石目鱼呢收到惊吓之后它就会搓晒，那肠子就会干净，所以呢明天收起来的石目鱼的肠子我们吃，那也可以让石目鱼在收成之后还比较不容易坏掉。人在会当套游种线，诶，跳绳啊，然后去拍打遐水面，所以伊也着先行了，伊会开始往前。